你要去生几多只眼先够用？呢个系一个数学题。如果而家有三部机，咁我哋有两只眼一对眼，咁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就需要二三三一三三二六三三归九三四一十二三五一十五三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唉死啦！我唔系特登，我真系唔系特登嘅。三三歸九，咁我咪要生三三，即系我要生九隻眼，系咪？唔好再笑，请你俾啲鼓励我，鼓掌。一部机两隻眼，三部机几多只啊？咪三三歸九咯。一部机两隻眼喎，三部机几多隻眼？哦，三对眼。三对眼几等于几隻眼啊？九咯。又嚟，哇塞，哇塞！嗱，我哋一系咁样啦，一二三四五六，即系六只，系都要乘数计，系咪衰啊？